先用一首歌带动气氛，把人潮聚在紫禁灯区。真心祈求天下无灾，重头戏要给大家虔诚祈祷。听到这个音乐，大家心情可以比较的平静下来，展现那个善的那个力量，那股力量。快闪活动也象征这波肺炎疫情快快远离。这一次的疫情能够让它很快速的过去，那个虔诚一念心把它凝聚起来，力量很大很大。再看一次快闪活动，短短十多分，留意到了吗？几乎每个角落都有真善美。我们回去要做多机剪辑，然后就是让更多人的看到。虽然是永远知道说录的时候会晃会摇，但是我们为了后面好剪，我们是就请大家全部都全程录影，比以前的大机子还快，很方便啦，塞在口袋就可以出门了啦。快闪活动为求方便迅速，真善美直接拿手机录影。第一次出班的陈丽飞紧张到录影按成照相键。我都是要讲求完美，怕说弄错了，结果真的是错了。及时发现错误，团队合作力量大，出动时机记录，成果精彩可期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王光辉台中报道。